万生生石就是你后面那一颗大石头，有没有大？他这里写万生生石啊，他写什么？这个是在很深的山里面发现的一颗超大石头，上面有一些特别图腾，所以叫神石。好吧，走吧 ，Go。古代人画的啊，也有可能是吧，古代人刻的。好了，过来了，快点啦！哇，这个石头真的好大，你看绕了一圈很。他们自己画的话，就代表那片的。哇，还有手印的，弟弟说是我看到手印的在这里。你把你的手放上去干嘛？你要合看看是不是？那不用了，那个是大人的手吧？那你是大人，快点。走啦，我要找妈妈了，不要让妈妈等太久了。万生神石，过来。这里可以拜拜了，走。